好啊，那个，首先吼，你们要先登录这个网站，啊，先给你们看好了啦，这个，欸，学校网络怎么办啊？好，没关系，这个，你们先打这个网址，等一下啦，你们有用笔电的人吗？应该看起来不太多，啊，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我们的那个所有的上课内容，通都在这个网址里面啦，然后我们等一下要从那个，就是这个网址。这是我网站，那个这个网址哦，那个你们要照起来吗？要照起来可以啦，好不好？等一下要打这个网址，或者是到那个学校搜寻，哎，好像直接在 Google 搜寻我的名字就可以啦。我叫林青这样子，应该第一页上面就会找到啦。通常第一个啦，啊，就算不是第一个，应该也会在第一页啊，这样子。好，那这个，哎，我们今天吼就是要上这个阿元的基本这个就是基本介绍啊。那个，哎，补课时间我们再好好讨论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就是练习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然后这个首先吼就是我先跟大部分大一的学生嘛，对不对？那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阿元啊，好不好？我想那个程式员有很多嘛，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有人学过阿元的吗？没有，对不对？你们有听过阿元吗？没有，完全没有。你们在高中有人学过程式语言吗？哦，可能有哦。来学什么？C 加加。还有什么？C 加加还有什么？我听到了一个很奇怪的，Java 不会奇怪啊。好，没关系，没关系，不管你们有没有学过啊，其实那个不重要啊。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阿元？跟你们讲一下，因为每一个程式语言哦，它那个厉害的地方不太一样。那个他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厉害的地方不太一样呢？厉害不太地方不太一样，是因为是什么样的人去选择用不同的语言？这很有可能是大部分的状况下就是老师会什么，大家就跟着用什么了，这样懂吗？那阿元它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是数学啊、统计之类的人在用的。所以说啊，你要做数学跟统计的东西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已经帮你做好了相关功能了，你就不用从头开始这样子。那举来说，像 Python，那就是大部分是资工系的人在用的。所以如果你是资工系的学生啊，那这个你要做资工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已经帮你做好了那个了。那还有，所以每一种语言哦，因为它的用户群哦不太一致，这个用户群是有点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有点就是。可能也不是什么很重要原因被选择的，那之后那个语言就会变成某一个领域的强势语言这样子。你在 R 语言里面哈，就是用它人主要都是拿来做统计分析、绘图、资料探勘呐、啊。那这个大部分就拿来做研究的。那因为你们在做医学生哈，大概你们以后会去资管是帮大家写程式的几率应该是蛮低的啦。大部分人写做这个，大部分你们写程式最有用的，大概就是以后你们做研究啦。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语言，这样知道吗？好，那选择这个语言，这个安装的这个过程哦，基本上就是上节课就已经讲过了嘛，对不对？那就是下载 RStudio 跟这个 R，然后注意 RStudio 你只能下载32位元的嘛，所以跟上次一样，就因为我们现在的电脑都是32，就是你们的手上的这个桌机都32位元的啊。所以你们的 R 跟 RStudio 都只能下载32位元的啊。那个用笔电的大部分现在好像你要找一台32位元的笔电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啦。那所以说就可以用正常的这样子。好，那安装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R 语言一开始要怎么用。你一开始进来这个 R 语言的界面，你们点开 RStudio 以后，你们应该会看到一个类似这样的界面，它大概就会长这个样子。这样知道吗？你们上次上课的时候，这个都有这个，就是都有开到这个画面嘛，对不对？都有看到嘛。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右边吼有很多功能，我们先不管它，就是我们以后再来熟悉它。我们就看左边，左边这里就是你可以跟 R 交谈的地方，跟电脑交谈的地方。现在大家听到交谈就觉得很害怕哦，不要太害怕，我们就打个一加一好了。好，电脑就回答你二，这样知道了吗？所谓的交谈就是我去问电脑一些问题，请他回答我。当然，以后我们问的问题会越来越困难，这样知道吗？就是一加一之类的。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就算你这个什么都不懂，至少你也可以把 R 当做计算机来用，而且功能当然是比一般的计算机稍微，未来的应用我们先不谈啦，就光它的
能够使用的就是就是工具啊，比如说 log 啊，什么 exponential 啊，或者是这类的功能，当然都比计算机好啦，对不对？甚至它还可以做虚数的运算啊。虚数知道是什么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那个根号负一，根号负一，哎，它可以做虚数的运算。不过基本上虚数的运算就是在医学院大概是几乎用不到啦，所以我们不会去特别 demo 这样子。好，所以它可以做一些简单运算。我们现在把这里复制下来，大家注意我上课的时候，之后我上课讲义，因为我都放在网络上嘛，所以你们都 access 得到。那这个东西。都可以直接贴啊，贴了就直接到这里贴就好了，啊，这样就贴上来，这样知道吗？贴上来之后，我按 Enter，它就会回答我一些事情，只要一二三加四八九等于六一二，这样可以吧？我们的语法基本上都是直接复制贴上就可以 run 出来了。那当然了，你如果这样一直下去，你贴了一整个学期，你一定什么都不会啦。所以说，我们要有感情的去知道每一行在做什么，这样子，我们的学习目标就在做这件事情，好不好？东西是一定做得出来啊，啊，只是说。是你做出来还是贴出来的，对不对？不过我跟你们讲，以后写程式的时候，基本上，你说全部都自己写，大概也有点累啦。大部分的状况下，你是去东贴一段，西贴一段这样子啊，这样懂吗？就是其实这就是程式语言比较不像一般，就是一般考试这样。一般考试可能会考你什么记忆性的啊，就是你不能抄哦，对不对？程式语言鼓励你抄，对不对？你找到可以抄的东西算厉害。对，事实上以后工作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啦。好，那我们继续，这个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吧，顶多就是有人不知道指数是怎么用嘛，指数是用这个符号，这样可以哈。好，那我们继续。那除了这个简单的这个运算符号以外啊，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一个东西，就是 R 语言是一个函数型的语言。什么叫函数型的语言呢？就是，我问一个问题，我要用函数来问它问题。那这个函数哦，跟你们数学上讲那个函数哦，是类似，很非常类似的东西，就是给它一个 input，它就要给我一个 output，这样懂意思吗？函数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那这个函数我们来看怎么使用函数吧。主要说像 exp，注意一下 R 语言里面函数的这个，就是它的表达形式哦，是一个一堆英文字或者是数字之类的组合，然后再一个小括号，你只要看到小括号就是函数。这样懂吗？小括号就是函数哦，然后里面小括号里面输入的东西是给那个函数的 input，给那个函数的 input。像今天这个函数 exp，它就是自然指数的意思。自然指数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个你们有上过自然数吗？你们在此以前高中我真的离高中太久了，高中有教过自然数吗？就是那个或者叫尤拉数吧，或什么。A、B、C、D 的一，那个一的几次方，那个你们有教过这玩意吗？有吗？有人点头，有人没有？这个啦，我不知道，我写在黑板上好不好？这个一的 x 次方这种东西，有没有人有学过吗？不知道这个一是什么，是不是？好，没关系，这个一是这个一，你们那个高中有上，现在是微积分都被砍掉了吗？现在你们高中有上微积分吗？有上微积分，那指数的微分怎么微分？就换对数的微分怎么微分？假如说你们高中有没有解过这种微分？假如说 log 10为底，假如说 x 好了，这样子，你们有解过这种微分吗？没有，高中没有教这个东西。那高中教微积分是什么？我也不知，那算了，那这不重要了，好不好？算，那这个例，那我只能说这我现在上课这个例子举得不好，这不重要了，好不好？因为所以你们应该还没有接触过这个神奇的数啊，叫自然数啊，你们还没有接触过，没关系。好，这个东西那个一啊，是一个2.71叉叉一个特别的数啦，就跟派这种数字差不多啦，反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啊，它重要在做微积分的时候很好用，好不好？这个。啊，你们的微积分必修吗？是哦，没关系，你们之后可能不知道第几节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你好像都要用它这样子。比方说，你要解个 log 的微分，你还要先把它换底，换成它为底，然后才有办法解这样子。啊，你们以后就知道了啊，这没有那么重要。好，继续，这个 exp 的二 exp 输入二就是一的二次方，
他就回答我这个7.38多。那如果输入一的话，就是一的一次方，所以就是一自己本身嘛，自然数自己本身，这样懂吗？那自然数的零次方是不是就是一？这样可以吧？所以大概懂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输入一个参数，我有一个函数，然后我输入参数，它就会告诉我答案。那至于为什么那个自然指数是叫 EXP，那这个就是被预先定义好的，就是这个函数是什么？这个基本上，的确啦，就是有一点背诵的成分在。不过我跟大家剧透一下，就是我们的前大概5节课，我不会教大家超过20个函数，但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说，其实你说它有背诵成分吗？其实，非常非常少，就是几乎就是你只要有学会英文的26个字母，你就可以把英文讲出来一样，它差不多有这种感觉啊。26个字母还是要背啊，但是英文就可以讲完了，讲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好，我们继续。那 SQRT 呢是 square root，其实基本上这个函数的名称都跟那个它的实际功能大概会就是有一点关系，通常都是简写。square root，所以 square root 10，我们预期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应该3点多嘛，可以吗？可以多哦。那 square root 9呢？那就是3嘛，这样可以吧？好，现在我们要学到我们现在开始学会用函数之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学程式语言，我们要学会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懂预测。也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要开始可以想象，假如我这行打下去，电脑理论上该回答我什么？啊，就算那个数字我不是很清楚，至少我也要知道它给我的格式是什么，这样知道吗？主要是我现在问他，square root 12345678，我怎么可能会知道答案多少，对不对？可是我大概知道，哦，它应该是一个数字，并且那个数字的意义就是那个数字的平方就是12345678，这样懂意思吗？就是我们要开始对 input 跟 output 有一些连接，而程式帮助我们的其实并不是去制造那个连接的过程，而是就是它只是帮我们运算而已，这样懂意思吗？举例来说，我现在我们有我们曾我曾经有讲过，我们这节课的最终目标要做什么嘛，对不对？最终目标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女生在论坛上面发文说真男友，我就要提醒我一下。那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input，这个 input 就是这个 input 就是由女生发文嘛，对不对？output 就是提醒我。这个过程现在你们一定觉得超级复杂，对不对？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个过程。你们现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很容易就会想说：那我来找一下有没有函数已经做好这件事了。当然是没有。那大部分初学者在这里就会卡关了，就会觉得哦做不到，哦，当然不会做不到，好不好？所以你开始要把那个细部，把那个东西做拆解，这就是学习程式语言要做的事情，这样知道吗？好，我们继续。那来 log 3，我们期待它回答出来的数字是多少？你们觉得0.69叉叉吗？是不是？我有没有背错？是不是？有没有背错？啊？0.69什么？log 2是69哦。你怎么会知道？log 2 是69，是以一为底呢？A、B、C、D 的一为以自然数为底呢？你们又还没学过自然数，你们高中不是都以10为底吗？你们到底认不认识自然数啊？那你们以前学 log 的时候，底数如果不写是多少？十吧？我应该没有那么老吧？对不对？不至于说我学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嘛？对不对？好，这个注意一件事啊，因为微积分的关系，所以在大学以后，所有 log 只要不写底数，就是以自然数为底。你们如果学到微积分，后面你们要做什么指数的微分、对数的微分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自然数是一个多么好用的数啊，好不好？所以说，我跟你们讲，大概有多好用啊？就是以刚刚我要解这个 log 10为底 x 这个的微分为例啊。首先你要先换底，把它换成以自然数为底的对数，换底会做嘛？对不对？换底完之后，才有可能，就是它才能开始解这样子，你才能开始用连锁律之类的东西去解这样子啊。我现在讲连锁律什么之类的，会不会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我在攻三小？好，没关系，
这一点都不重要啦，真的不知道高中微分到底教哪些东西。好，那个重点是你现在取 log 的时候，你现在发现，哎，它三好，理论上以10为底，它是应该逗点输入双，以10为底是 0.477 哦，4771哦，我之前背错了，记错了，我只记得那个 log 2是 0.3010 嘛，对不对？应该没有记错嘛，对不对？好，这个 log 10为底，如果你要以什么为底，它就要在逗点，然后输入第二个参数，这样懂吗？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齁，我们拿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说，有时候齁，我们一个函数里面，我们其实要输入两个以上的变数，对不对？这个函数的 input 可以不只是一个嘛，对不对？可以是多个嘛，对不对？多个它只要变成一个就好啦，这样可以吧？好，多个变，那多个我要怎么去输入多个参数呢？我就用逗点把它隔开，所以看到小括号我知道是函数，小括号里面逗点是它分别输入的参数，这样懂意思吗？它可不可以不输入？可以，举例说，你看我 log 3，我是不是没有指定它底数为多少？那它就用 default 的值 ，default 的值就是自然数，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可以理解它的基本原理哦，这样可以哦。忘了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等一下上课上之后，就是上到一个阶段就有练习题这样子。然后看我们的上课形式就是这样子啦，就是上一上就有个练习题。一般来讲，一堂课会有3到4个练习题这样子，练习题就会让大家这个操作一下这样子。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按照往常经验啊，这个练习题就是大概通常大概可以有一半做出来就不错了这样子。我都会讲答案的，一般来讲看了答案之后都会觉得，哎，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子？我想那个感觉就有点像你在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说：“哎，请你证明。”哎，你想半天都想不出来，啊，最后看老师的解法，觉得：“哎，怎么会没想到？”哎，大概都你们应该会有很多这种感觉啊。我们上课大概会有点像这样子。好，所以等一下，所以基本上我跟你们讲，就是我现在在讲的那个每个步骤哈，基本上就是原理的阐释哦。尤其越前面就越重要啊，一定要仔细听这样子，至少不然你们看不懂。好。啊，不过我们还是有录影的，好不好？不用那么紧张。好，继续来，这个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了解函数了，了解它怎么运算之后，我们离电子计算机好像还有一个功能没有学到啊，就是记忆功能。你们现在那个有在用电子计算机吗？考试不用电子计算机了，不是有那种工程计算机那种，就是你们有在，就是。是不是我真的是不是年代有点这个有点久了？我觉得没有很久我觉得我顶多大你们十岁吧。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过的东西现在都被淘汰了这样子。好，那个电子计算机有功能啊，就是有记忆功能。那在 R 里面我刚刚还没有看到记忆功能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还要讲这个记忆功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哦，看着。x 等于2乘以2乘以3，这是什么意思？来，这一行的意思是说，我在等号的右边，我做了一个运算，我把运算的结果存到左边，这样懂意思吗？注意一下哦，现在在右边、右手边、上面这里，你现在在，我刚刚不是说右边不要记吗？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右边，右边现在这边是不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我现在按下 Enter 之后，这不是出现一个 x？X 是多少？ 12。这样懂吗？所以右边这个东西是什么？右边这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现在暂存的物件总共有多少。我们现在把 X 这个东西当作叫做是一个物件。这样可以吗？当作是一个物件。好，那我要怎么样回去看这个物件是什么呢？你可以打 print X。print， 这样看得出 print 是什么？ print 是一个函数。当然 ，print 的功能非常简单啊，就是把那个东西给秀出来，这样知道吧？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print 你是根本不需要打 print 的，你直接打 x enter， 它就会出现跟 print 一模一样的结果。只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基本上你在做这件事就是在呼叫 print 函数，这样懂吗？好，这样知道我其实可以把东西暂存过来哦。用的技术用的东西什么？用的东西等号，等号的右边。把它传到等号左边去，这样知道吗？右边传到左边哦，好不好？这个是基本的原则哦。这边现在都还是很基本的入耳。
好，暂存的东西是可以拿来作为直接运算用的。就要说 x 是12，对吧？x 是除以4，我直接问电脑是什么？这个时候我的预期结果是不是就是3？这样可以吗？记住哦，虽然当然现在都很简单啦，我现在把所有的过程讲出来，就是告诉你们说，基本上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就要预期一下答案是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之后我刚不，我们刚刚今天的最，我们课程的最终目标不是说做那个很复杂函数吗？对不对？有女生真男友就叫我，它的过程很复杂，所以我铁定要 design 一个连续的过程。那连续的过程，我就脑袋里面要很清楚哦，我做完这一步之后产出什么？那这个产出可以拿来做下一步，可以拿来做下一步。这样的一个连续过程要在你脑中成型，你才有可能设计出刚刚那件事情。所以你必须对程式语言，它的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结果，有一个大概的想象，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写出复杂的函数，这样知道吗？好，所以说大概就是跟着我这个过程哦，现在前面都还很简单啊。好，继续。那我们函数，那我们物件一个物件只能储存一个东西吗？这样好像有点浪费空间，对不对？那这样子以我 A B C D 用完了，A 到 Z 用完了，那不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好啦，不过还有，当然还有 A A 到这个 Z Z 啦，对不对？还有 A A 到 Z Z 啦，只是名字用不完了，好不好？可是这样也太多了吧，对，所以其实一个东西里面可以存很多哦。举来说，像 X 等于 C 一二三四五。好，现在我们看这一行，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 C 是什么东西啊，可是按照我们刚刚学到的知识，我们知道是什么？C 是一个函数，对吧？C 是一个函数。因为有小括号嘛，C 后面接小括号嘛，那小括号里面有逗点，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函数的 input 有五个，分别我填入一二三四五，是在我现在还不知道 C 是什么东西。基本上以后你们在使用程式语言的时候，程式语言的函数实在是太多了。为什么很多呢？因为我自己也可以写一个。那你根完全不懂我的命名逻辑或什么的，所以你根本不，你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说这个函数是做什么的。现在我假设我也不知道 C 这个函数是做什么，当然我讲义上有写啦，好不好？我现在就先按 Enter，要测试一个函数在做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按 Enter。按完 Enter 之后，我再回头看一下 X 是一二三四五，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回推？那 C 这个函数大概是在做什么？好，C 这个函数是把我输入的东西，把它整合成同一个物件，这样知道了吗？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讲义上真正的这个描述。中间以逗点为界，将不同的数字之后，你会发现不只是数字啊，文字也可以。好，将不同的数字合并到同一个物件里。那这个整合的物件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一起做运算，就像 x 的三次方，我们预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每一个东西都对它三次方，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有一些想象嘛？你们现在觉得猜错没有关系，那很正常啊。你们现在对这个函数不了解，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只是说在训练的过程中，慢慢的学写程式，写久了以后，你们就要对你们所有的函数的指令要熟悉，这样子，这样懂吗？就好像我刚刚讲了，我在第四节课以前不会教超过你们20个函数，但是它居然可以千变万化。那你对那20个函数，你就要非常熟悉，这样知道吧？好，我们继续。那物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两个物件之间只要等长，它可以做很多很神奇的事。举例来说，x 等于这个，我现在四行一起复制哦。我们现在要预期结果，来，现在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一行的结果大概是什么？有吗？哎呀，这么是不是？是不是刚经过入伍训，这个有些不太习惯，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不太回答。我们这边不用讲那个，在入伍训的时候要回答，要回话要怎么讲？报告班长，报告室是什么时候用的？长官在训话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不用，我们不用这样子啊，对不对？我们已经回到国防医学院了嘛，对不对？那个 y 减 x 哈，应该就是每一个元素相对应减啊。所以它出来的答案应该是55645，对吧？那 x 乘 y 呢？哎，大概就是64这个273250，好，可以吗？这样可以哦。好，所以说我们要对，我们就是，所以
这个把很多东西整合到同一个物件，是不是就这个好处？我可以一次做批量的运算，这样知道吧？我们继续。好，看起来第一个练习题还蛮简单的。你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经过多少课，我们就要做第一个练习题了嘛，对不对？好，第一个练习题是哈，问题一，请你试着用物件列出一到十所有的平方根跟三次方的结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要做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一个表给高中生查啦。啊，我想要把那个一到十的平方根都秀出来啊，这样子高中生呢看到考试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啊，他就直接带进去就好了，对不对？还有三次方结果，这样知道吗？然后并且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就要利用到我刚刚讲那个回推的技巧哦。现在有个符号叫做 %%， 这个符号怎么用呢？举例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 一二三，它回到四五。我不知道 %% 是什么，请你试着利用。你如果这样看，你当然看不出来，你看得出来就有鬼了，好不好？请你好好玩一下 %%， 并且告诉我 %% 是什么运算符号，这样知道吗？好不好？这就是我们的前面两个练习题。好，那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下，好不好？好，用你们电脑做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啦，好不好？来，这个 x 的，就是我们要先列出一到十的平方根跟三次方结果嘛，对不对？好，那怎么做呢？我们刚刚不是说物件最大的这个用处就是我可以这个一次运算很多个，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做呢？按照我们刚刚的讲法，我们要把一到十放在一起，是不是要用 x 等于 c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可以吧？产生一个 x 物件，长度为十，总共一到十，这样子。现在的 x 是不是一到十了？可以吧？啊，它的平方根，我刚前面是不是有示范 sqrt， 对吧 ？x， 哎，这样子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它的三次方怎么求 ？x 的三次方。这样我是不是就列出来了？这样可以吗？好，那下啊，谬连怎么那么晚讲啊？我打了半天，你们告诉我谬连，那现在看得到了吗？看得到。那这样子我会不会跳太快了？我要重讲一次。不用吗？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嘛，可以哈。不行，一定要讲哦。你们前面跟不上，这个跟我跟你们讲哦，写程式跟学数学一样哦。你们不要幻想着前面不会，下一题就会哦，没有这种事情哦，好不好？不会加法就不可能会乘法啦。好，我们继续。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哦，我现在临时考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x 的那个开根号我们是用 sqrtx 嘛，对不对？请问一下，如果我要开三次根号，请问一下我要怎么打？三次根号我要怎么打？有没有人给一点创意？你说这样子 x 多号三哦，是吗？还有没有点创意？什么叫三层？什么叫三层？你大概具体一点的跟我讲一下。啊？啊，我就类似这样子啊，我 x 一次要求三。啊，不然你要怎么？你也可以多次啊，你要怎么做？你现在先不管一次还多次啊，你脑袋里想我要三次，我要开三次根号怎么做 ？SQRT 三括号 x， 好了，不要再逗了，好不好？啊？把 square 改成啊，简单不是啦，好了，没有这个函数了。好，你看你们，你知道为什么突然考这个吗？因为我现在在挑战你们脑子里面的想法，为什么？你们现在脑袋里面，我现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找什么？找有什么函数？但老师明就没教过啊，对不对？你们可不可以再仔细想一下？
显然没有这个函数，因为老师没有教过。你说会不会有？有可能有啦，但没有也无所谓嘛，对不对？来，再给大家十秒钟，好不好？想出来名字就写上去，我回去把它照起来。我们这个人先加一分哦，这个学习那个学习总成绩加一分哦，好不好？有没有要挑战的？好。Square root x 指数三什么意思？指数这样三，哦，你说这样子，这样，当然不是啊，你觉得看起来像吗？好，你们都没有想到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有想到吗？其实你们都会，开根号可不可以表达成指数形式？二分之一次方是吧？所以三次根号怎么做？这样懂吗？哎，这样知道了吗？其实都做得到，只是，哎，是，怎么了？饮料来了。好，没关系，那你要先下去拿吗？好啊，那好，你先把它引导到正确的地方，好不好？好，好，这个是好，没关系，那我们继续讲 percent， 反正你们都有做到了嘛，对不对？我们讲一下 percent， 好。所以你们知道了吗？我知道，我刚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千万，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所有事情都做得到，只是你有没有想到而已。有时候你可能要唤起尘封已久的记忆，这样懂意思吗？好，这样可以齁。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啊，所有的程式员都是人开发的，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什么函数都没有。为什么会有这个函数也是有人写出来啊，所以有那个一定做得到，这样知道吗？只是你不一定想得到而已。所以你写程式员，你不要第一个直觉反应你是去找说我要找哪个函数可以做到这件事，这样懂意思吗？而是说我如何用现有的工具找出它，做出它，这样懂啊？这是我们写程式的时候最重要的观念。好，那 percent 要怎么去找它答案呢？如果我现在跟你讲1234567%， 123， 他回到16，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那我们要反推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一次做很多个，我们观察它的规律嘛，这样可以吗？假如说我们刚刚已经有 x 了，对不对？ x %， 123， 好像没什么反应，对吧？没什么反应。好，已经知道答案的同学就不要讲了，好不好？我知道你们已经找到了。好，那我们现在来。那我们换一点东西好了 ，xx %，比方说3好了，哎，他给出了这样一个数串，那这样的数串多试几次之后，你可能一开始也不会试到3啊，对不对？多试几次之后，你发现试到3，哎，它出现这个字串，这是什么东西？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说啊，那我现在看不出来，那我再多一个嘛，5好不好？这是什么？哇，多观察几次，你发现了余数，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其实你在写程式语言的时候，你难免会遇到你不知道这函数在干嘛，这样你懂意思吗？你真的想象不出来，你一开始看他给的那个范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哎，哦，这是余16啊，对不对？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你难免会遇到这种状况。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一直去试到你找出它的规律为止。这样知道了吗？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们学程式语言两个最重要的事情哦。这样可以哦。好，那我们来继续一下。好，那这个、哦、我们是不是应该等一下买饮料？那个拿饮料了，等一下好了。好，那我们继续来。这个，我们现在要开始熟悉 R 语言里面的基本物件啊，就是刚刚我们在做基本的运算，对不对？我们现在开始要，就是开始这个要好好了解它的格式哦，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是在 R 语言里面物件就是我等号把右边传到左边，左边那个东西就可以暂存的东西嘛，对不对？它有非常多种格式，它到底有哪些种格式呢？首先，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变数层。所谓变数层，
我们通常会叫它向量。这个向量这个词哦，这个数学课的时候好像有用过。那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掌握，知道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好，基本上啊，不要把它想得太难。这矩阵大家也学过吧？一维的矩阵就是向量嘛，好不好？那向量这东西哈，我们现在也不想了解它什么性质啊。在电脑里面用向量的话，其实就是我想要把东西排成一长串啊，这样懂意思吗？那我就叫它向量。所以变数层的东西有个特性哦，它是一维的，也就是照着序列这样一直排下去的，这样知道吗？好，然后里面可以放什么？里面可以放逻辑像逻辑值，逻辑值就是里面只放 true 跟 false， 听起来没什么用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学习一下怎么用啊，好不好？整个向量里面只放 true 跟 false， 就是逻辑向量。接下来还有整数向量，整个向量里面只放整数。就是整数向量，这样可以吗？因子向量，整因子向量是一个很特殊的向量类别，等一下我会仔细的介绍。它的结构很特别啊，我们等一下最后介绍这样子。就是等一下我们有范例的时候再介绍，因为现在讲你一定听不懂那是什么。数字向量，数字向量就是整数以外的数字嘛，就来说那些带小数点的，对不对？基本上所有的在电脑里面啊。没有，就是如果你电脑里面想要知道π是多少，那很抱歉，它只会给你近似值嘛，这可以接受哦。那所以说，那个就是基本上，虽然我们号称数值向量的这个范围是全实数，但实际上就是它是有点，它只能找到最接近的那个近似值啊，这样可以哈、哦。好，那呢文字向量，文字向量就比较没有什么变化，这样懂了吧？就是放文字。好，那变数层介绍完了以后，等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会 focus 在变数层，阵列层我们可能会到下一节课才会教，列表层更是会到之后才会教，可能第六节、第七节才会教了，我们根本就不会，我们会很晚才会用到那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阵列层跟变数层的差别好了。所谓阵列层哦，就是刚刚一维的矩阵叫向量，对不对？二维的矩阵就叫矩阵了嘛，对不对？所以矩阵。Matrix 就是一个阵列，那可不可以三维矩阵？可不可以有三维？也可以有哦，就是它长出第三维度继续排嘛，这样懂吗？举来说矩阵可能是二乘三的矩阵，对不对？二乘三乘四就是一个三维的，我们就不叫矩阵了啦，我们叫阵列，叫 array、哦、其实三维有一个更专业的名词啊，叫 tensor， 你们有听过吗？中文我都不知道怎么翻，好像叫张量还是什么吧。好不好？这个没关系啊，这个不是什么重点啊，这是数学名词而已。你们只要知道 n 维的，就是类似这种矩阵东西，我们就叫阵列。n 维的啦，就叫阵列这样子。它有不同的名字，一维就叫向量，二维就叫矩阵，三维好像叫张量。好，那接着还有一种东西叫资料表。矩阵有个特性，就是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同样的。举个例子来讲，都是数值，都是这个文字。都是 true false， 这样知道吗？资料表可以允许这个有点像 Excel 一样，就是它可以允许每个 row， 每个 row 是一个个案这样子，它可以允许每个 column 的属性不同，这样懂意思吗？每个 column， 知道 column 是什么吗？我中文就是不知道 column 是什么。column 是什么？就是 column 是这样子的。column 是我不知道是行还是列啊，因为我弄不太清楚这两个字。这样子，这样子的 ，column 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像一个 column， 这样知道吗？这样叫一个 column， 好不好？好，一个 column 不同，它每一个 column 可以是不同属性，比如说第一个 column 是整数，第二个 column 是因子，第三个 column 是数值，这样懂意思吗？资料表这种特性，最后一个列表层，这是在不同结构的这个东西要合并的时候，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列表。列表我们到蛮后面才会教到的，所以我们今天 focus 在变数层，这样知道吗？好，我们继续。那你现在有一狗票名词，你一定被吓到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好好来尝试一下，好不好？来，首先在尝试之前，我们要教大家又教大家几个函数哦。不过真的是没有几个函数啊，所以你们一定会学起来的，好不好？接下来下面教了一个函数叫 s 叉叉叉，这叉叉就是前面不是有。logical integer， 然后 factor numeric， 还有这个 tractor， 这样知道吗 ？tractor， 那这些东西
SXX 就可以去强迫我的东西转变成那个东西，这样知道吧？好，接下来下一个，这 class 是可以查询该物件的属性。就像说我们现在 A 等于 true false。那我现在问 class A， 按照我刚刚描述，你们觉得他回答我什么？是不是回答我 logical？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只放了 true 跟 false， 这样知道吗？这样可以吗？所以现在 A 是一个什么？ A 这个物件现在是一个逻辑向量，可以接受吗？可以齁，可以齁。基本上你不懂的时候就用是的。再来，接下来，哦，不是这里。好 ，B 等于 12345， 问他 class， 来，大家猜一下，我现在按 Enter， 他会回答我什么 ？Integer， 哎，他回答我 numeric， 为什么？整数当然可以是 numeric 啊，对不对？哦，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其实你在 R 里面你请他一，他老实讲他还不是个整数嘞，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他会预设他会变成 numeric？因为用这个最安全嘛，这样知道吗？反正就是程式语言，它就是它有时候就觉得安全比较好。反正 numeric 绝对不会出错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回答 integer 嘞？对不对？好，那我可不可以强迫它变成这个整数？可以哦，我们用刚刚那个函数 s integer， 这样可以吧？然后变 b 1，这个时候我再问它 class 是什么，它就会回答我是 integer， 这样可以吗？注意一件事情哦。你现在可能觉得变换这些没什么意义，我们这个东西是会累积的，你知道吗？先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个东西哦，这个强迫它变整数这个东西哦，在大概第二课的练习题就会用到了，这样子啊。这个那题很难啊，那题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现在好像已经教第四年了，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会有个小坑，就是大概第二课的时候啦，我印象中第二课的时候设计了个题目这样子，应该已经超过100个人试着回答那一题了，都没有回答出来。然后这个你们可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预习看一下这样子，好不好？然后那个不过大部分所有的人啊，在看到答案怎么解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为什么会没想到这样子。好，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挑战一下。那个，那我们继续这个。那 C 现在这个东西，我们强迫它是 0.7 负 0.9 这个，那想当然了，它是 numeric 嘛，对不对？这个应该不用问了吧？我现在 class C， 它想必回答这个问题。那请问一下，如果我强迫这个东西，请强迫它变成 integer， 它会变什么？它变001负23。你们觉得它是425入吗？好像不是啊，对不对？它好像为什么不是？因为负 0.9 如果425入，它应该是负1嘛，对不对？不是，所以它是什么？它其实就只是把小数点后面删掉而已，这样知道吗？好，那我们现在先不管它，其实跟425入有点像了，好不好？我们先不管它其实不是425入。刚有个同学问我一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强迫它只显示到小数第三位 ，SQRT X 这位数太多了，我可不可以强迫它只到小数第三位？来回答一下，可不可以？怎么做？不要先点头，然后不知道答案嘛，对不对？可不可以？怎么做？用现有的工具，有没有 idea？好，没有 idea， 我示范一下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想法的突破性。来，先乘1000好不好？可以吧？再 s integer， 再除以1000，这样可以吗？这样知道了吧？不同的，我跟你们讲一件事啊，就是学程式语言，你就是要脑袋里有这个东西啊，好不好？你们多看几次，你们就知道到底要怎么学了，好不好？不要老是想着有没有425入函数，哦，当然是有了，好不好？可是那也是人写出来的，这样可以吧？好，继续。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有双引号这个东西啊，就代表它是一个文字，这样知道吗 ？A B C D E， 当然就是文字啊，这样可以吧？好，所以这个 D， 你现在问它 class 的时候，它就是文字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说有一个很特殊的向量叫因子？我们还没介绍它，这样可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强迫它 as integer as factor d1， 哎，它看起来跟 d 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引号不见了，然后下面出了一个属性叫 levels， 但我们不知道 factor 是什么，对不对？ factor 是什么呢？ factor 是他想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这一个向量里面总共出现过哪些东西。比方说，他现在先制造了一个对照表，那个对照表就是 levels。对照表是什么呢？第一个元件一号就是 A， 二号就是 B， 三号就是 C， 并且它呈现出来说，第一个元素就是 D， 第一个那个，所以它是 A， 第二个是 B， 第三个是 C， 第四个 C， 第五个 B， 这样懂吗？它这个 levels 有什么好处？因子有什么好处？它会产生一个对照表，对不对？这个对照表会帮我们查询一下里面有多少种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这个，举例说很长很长的这个向量，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种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强化变成 factor， 然后来看看它的 levels 里面有几项，可以吗？对不对？好像可以有这种方法，对不对？好，但是比较 tricky 的地方是这样子，哎。C 这个函数啊 ，C 这个函数，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用 C 这个函数把 C 现在是数值对吧 ？D 现在是文字，我们现在可以产生一个一，这个物件啊是强迫把 C 跟 D 合并在一起。哦 ，C 这个函数还可以拿来合并不同物件，它不只能合并不同的数值，这样知道吧？好，我们现在按 Enter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一是什么，这是什么？你如果问他 class 这是什么，他就会回答你文字，这样可以吗？为什么它是文字？为什么它不是数字？大概想当然了啦，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有逻辑的答案啦，就是当初写程式的人就是这么设计的，这样知道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大概不出这个原因啦，因为你可以把数值转换成文字，并且不会丢失它的任何讯息，这样知道吗？你现在把这个样子转成这个样子，我还是看得懂它是什么啊。可是请问一下 ，A 要怎么把它转换成数字？转成一吗？那你再转回去，你再转回文字的时候，你还知道它是 A 吗？还是你觉得它是一？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它丢失一部分的讯息。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越上层的东西，它的讯息蕴含量越大，也就是文字的讯息蕴含量更最大。往下，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 numerical 跟 integer 它的阶层关系是什么了。整数可以转换成数值，可以以数值形态表达，毕竟它就是 3.00000 嘛，对不对？可是你把东西转成整数之后，它是有不可回复性的哦。这样知道了吗？所以说，为什么刚刚在最开始的时候，你在 B 的时候，你问他 class 是什么，他会回答你 numeric， 这样可以吧 ？OK， 我们继续。好，那如果我们把 C1 是一个因子 ，C1 是一个整数 ，D1 是一个因子，我们把它合并，你们觉得答案现在按 class， 它答案会是什么？它是以 integer 为主，还是以 factor 为主？感觉好像 factor 对不对 ？factor 好像比较强。答案是，哎，这在开什么玩笑？没有 C1， 我刚刚少复制一行哦。好，再来一次。哎，它转成数字整数哎，为什么呢？哦，原来 D1， 它其实储存格式是什么？你们看它合在后面嘛。12332，所以其实这只是你们看到的哦，其实它其实是 levels， 这样懂意思了吗？它其实是一到 n 的整数，没有零以下的数字，
没有零以下的整数，所以它其实是自然数。Factor 它在物件里面的格式其实是自然数，一到 n 这样懂吗？只是它有一个对照表，当呢对照表是空的时候，它就是自然数。知道什么？哎，我这个自然数不是那个 a b c d 的一的自然数哦，那个自然数是就是一到无限大的整数，这样可以哈？那个好像有很多个叫自然数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取名的，这样子好不好？继续。好，那基本上你们现在一定会觉得很 confused 啊，就是这个规则好像记不太起来，基本上完全不用记啊，就问 R 嘛，你这样懂意思吗？我们就基本上我在写程式语言的时候，我是很不推荐大家抄笔记的啦，完全没有必要抄笔记啊。你有问题的时候就问他就对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你抄那笔记，你以后要想的时候，你还要去找笔记，你不觉得很麻烦吗？你就问他不就好了吗？对不对？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抄笔记啊。好，那个现在我们刚刚已经学会 class 跟 SXX 这两个函数了嘛，对不对？我们来正式介绍第三个函数，叫 length。length 这个函数可以问向量的长度，可以问向量的长度。那 length 这个函数怎么问向量的长度呢？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问这个D1 是一个factor 嘛，对不对？那我们问它的长度的时候，总共五个元素嘛，所以它回答我就是5，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 length E1 是不是有长度为10？啊，它回答我就是10，这样可以吗？所以 length 这个函数可以拿来做这件事。好，那我们再来，还有一个函数叫 levels 这个函数啊，专门应用在这个 factor 上面，因为只有 factor 才有对照表， levels 这个函数就是请他把对照表给我秀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刚刚这个 D1 是不是有个对照表？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有个函数叫 levels。levels 这个函数可以把对照表把它拿出来，这样知道吧？好，那我们来继续。那我们来看看函数的组合可以为我们产生多么大的变化。就来说，我想要知道 D1 里面有几个类别，有几种东西，那我就可以先用 levels 产生 categories 的时候，它是不是这个 categories 是不是总共有三个东西？我这样 length 这个函数去问 categories 里面有几个，它就回答我3，这样知道了吗？函数的组合可以产生千变万化的组合，并且我可以打在一起 length 括号 levels 括号 d1， 这样懂了吗？我们再回想一下，刚刚我在示范取到三位小数的时候，是不是也在用类似的技术？这样知道了吗？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有办法去想象的出来的，这样懂了？好，来，那练习题又来了。这个练习题其实也不是很难。来，现在有一个 X 物件，请你就直接复制下来就好了。这个、X 很长，并且看起来有点乱，可是我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请你告诉我这串数列有几个数字，请你不要一个一个数，好不好？拜托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第二个，请你告诉我共有几种数列在这个物件里面。最后，请你告诉我这个数列中缺少了1到20的哪些数字。这个数列中显然不是1到20都有，只是你现在一眼看下去，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少了几，而且不是只少一个数字。所以请你利用函数告诉我下面三题的答案，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先暂停一下给大家练习，好不好？好，大部分人其实就是我刚刚看到一件事啊，就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这串数列有几个数字。大部分人因为这个毕竟前面我一直强调有一个函数嘛，对不对？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做，就 length x 嘛，对不对？可以吧？这个我看几乎没有人不会做。好，那就下一个问题就有人卡关了。有几种数字在物件 x 内？
然后很多人就想到这件事，哎，前面不是有教这个函数组合吗？对不对？然后就把它贴过来，把 d1 换成 x， 他告诉我是 0， 怎么可能呢？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打开 levels 这里这样子，哎，发现什么都没有，怪怪的。好，经过我的提示之后，我告诉你说，哦，因为 x 这个它的 class 是 numeric 嘛，对不对？那 levels 这个函数是 for 因子用的啊，所以你要先 as factor， 然后 x1 等于 as factor x， 现在的 class x 它才class x1 它才是 factor， 这样知道吧？那接着我们看 x1 的时候，这里 levels 是不是就有所有的这个顺序了，这样知道吗？好，那所以这个时候我问他 levels x， 哎，不 x1， 他是不是就告诉我现在总共有哪些东西，这样知道吗？好不好？来，那现在如果说我要问他总共有几个咧，总共有几种，这样是不是就解出来了，对不对？好，然后还有第三个嘛，第三个问说他漏了哪些数字，大部分人就用看的，好不好？用看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少教了一个东西，所以好像用看的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好像应该教了索引函数之后才可以，你们才可以不用看的啦。就是不过这个题目我们先放着，就是等到我们后面那个学到一些工具的时候，你再回头想想这个题目，这样子就是说到索引函数的时候，就是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基本思路啊。基本思路就是首先，我先给大家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就是如果我现在 x 等于1到 10， 大家以前是不是这样打？6 7 8 9 10是不是这样子打？好，然后我跟你们讲有个更快的打法，就是 x 等于1冒号 10， 这样子 x 就直接是1到10了，好不好？就是有一个1到1到 n 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之后你们就是 x 1到 20， 然后去稍微比较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啦。不过还需要一点技术，还需要一点技术，这样子。好，来，用学会索引函数就会学会那个技术了，这样子。好，这样知道吗？我们练习题在那个第三节，就是等一下公布第三个答案的时候，我们就来看刚刚那个怎么做，好不好？好，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学会这个索引函数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现在齁，我们现在中括号就是索引函数，中括号我们都还没遇到，对不对？大括号再说啦，大括号那个做回圈的时候就会用到了，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用中括号，中括号就是索引函数，索引函数就是说，我现在 y 里面有五个数值，我现在 y 里面有五个东西啊，那我 y 里面有五个东西，我要叫出它的第三个东西，我要怎么叫？这样子，这样我就叫出来了，这样可以哈。好，那我要叫出，我叫出它的第三个东西，这样叫。那我要叫出它的第三个东西跟第五个东西，我要怎么叫？三逗点五吗？error， 怪怪的。好，我告诉你们要怎么解决。哦，你应该用 c 这个函数啊。c 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把东西整合在一起，再输入给索引，它就会告诉我9跟10了。这样可以吗？这样懂吧？好，那我现在问他第六个数是什么？没有，因为它长度只有5啊，当然没有第六个数啊。这样懂意思了吗？所以这样大家看得懂我这里在做什么了齁，这样可以齁。好，然后在做那个在做后面的数字索引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索引符号，就是负数。如果我们今天放负一，请问一下他会回答我什么？他回答我七九八十，什么意思？第一个不要，负数就是第几个不要，这样可以吗？负三到五，六七八，三五不要，剩下我要，这样懂了吗？负数哦，好不好？教到这里为止，你们知道刚刚那个要怎么做了吗？想得到吗？
好，没关系，给你们想一下，反正我先不要公布解答，因为解数学题是一个，只是说一等一下我一边上课的时候，脑袋你可以一边想一下，其实你应该已经可以做了，这样子，只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做，只是你现在想不到而已，好不好？来，我们继续上课。那索引函数可以拿来做什么神奇的事呢？你可以指定把等号的右边传到等号的左边的时候，是用索引函数去告诉它的。所以你可以刚刚 y 是六七九八十，对不对？我现在指定它的第七个数字是三乘五，我再看一次 y， 第七个数字是不是十五？第六个数字你没有指定，所以它就只能告诉你 na， 它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可以吧？那如果原先的数字已经有内容了，举例来说，第三个数字我现在强迫它的负一，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三个数字被我取代掉了？所以索引函数也可以拿来做取代啊，就是增加啊，那些就是这样，懂意思了吗？所以这样向量在一个向量内部的操作，我就是用索引函数来完成它，这样知道？用中括号索引函数来完成它。那你也可以这么操作，就是第三个数等于第一个数加上第二个数，第六个数等于第四个数乘以第五个数。我这样按下去之后，第三个数十三，第六个数八十，这样可以吧？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操作哦。甚至还可以，第三个数等于第三个数的平方，再看一次 y 169，这样可以吧？好，完全可以这么做哦。好，好，我们又要来练习题了。好，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啊要学会利用索引函数。怎么学会利用索引函数呢？就是请你这个请你就是给我一个整数向量。这个整数向量啊，前两个数字分别是 ex， 这个 x 哦，就是你学号的最后一码，好不好？你学号多少我也不知道啦，对吧？你自己号称一下自己学号的最后一码是什么都可以，应该不会有人是零吧？好，没关系啊，无所谓，是零也无所谓。一学号的最后一码，然后请你给我一串序列，这个就 一串这个数值向量，长度为七就好了。第一个数是第三个数是第前面两个数相加，第四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相乘，第五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相加，第六个数是前面两个数相乘，以此类推到第七个数就好了。但是请你不要干这件事哦，请你不要 x 啊，第一个数11好了，11开始哦，然后你就开始算哦，这个第二，请你不要干这件事好不好？拜托你，拜托你不要干这件事哦，好吗？拜托拜托不要干这件事啊，请你用索引函数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很聪明，你索引函数做完之后，这一题做完的时候要举手，因为我要确定你做的是对的，因为这题有太多方法，你刚用那种方法也叫对啊，对不对？这题做完我要看，这题重要的是过程不是结果哦。这题做完要举手要让我看，然后如果你有心的话，你可以去前面想一下怎么利用索引函数把这一题解决掉。我们总不能每次，如果今天有100个数缺31个，我总不能用看的吧，对不对？你用索引函数可以解决掉这一题，好不好？如果你没有什么兴趣，你想走就走了，没关系，好不好？那基本上今天就教到这里了，那个这个做完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把萤幕还给大家。好，我少教一个东西哦，我少教什么东西来？就是你们现在打语法的时候都只能在左边打，对不对？这样很不方便，因为打完了，我如果要复制，我要做任何操作，我不小心打错了，我没有办法，很难改嘛，对不对？来，我跟大家讲，这边有个加号，这边按下加号之后，这边加一个 R script， 请你把语法打在上面。你语法打在上面，举来说 x 等于一，我打完之后，我只要 highlight 这一行按 run， 它在下面就会出来了。那你可以把上面当作类似记事本的功能，这样知道吗？那这样子我改起来就会比较快，这样懂吗？好，我们继续做。